你看大叔有没有好喝？蛮好喝。好好喝的，哪有秋杯永喝的啊？只有老师这里的。但是我特别带来，跟淡水带来的，而且这是菲律宾做的醋，对，菲律宾的。那你说为什么有泰国的风格？因为泰国呢跟菲律宾也喜欢用醋，可是他们口味比我们比较强，可是那个也好吃了。对啊，这样等一下他们来就可以开始上课了。然后我也摆一下他们的这个。我每次都准备多的了，像我们一起吃饭。我们现在是一样真的打算要那个要吃午餐了。吃午餐耶，来这边玩学。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放的辣椒？对，大部分有辣椒啊，然后有那个什么onion 怎么说？洋葱，对，洋葱。可是，对，我有两个小孩，这是我的先生 Leo， 他帮忙。我是 chef， 但是 sous chef， 就是真正的生活呢，他真的是 chef， 他比我厉害。我的空空是真的 chef， 对，所以他们的家还会煮。对，我算这个不好意思，还会教大家。可是我们是妈妈嘛，那我们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可以准备简单的东西给我们的小孩，然后他们就想吃的。然后我们说，哦，台湾啊、很多吃的，我们朋友小朋友们都吃过了，那我们能不能准备菲律宾的料理呢？能不能呢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买得到吗？买得到啊，只有这个比较特别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我特别介绍给大家，这个是以公斤米做的。然后你们等一下座位有小班子，我有准备，等一下可以给你们体验喝喝看。比如说粗可以喝吗？真的可以喝，因为真的太好喝了，真的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台湾的醋，是有两种。要煮这个料理的时候，其实可以用这个，可是这个最适合蘸那个肉。那为什么我特别准备这个？这样你们觉得啊，在台湾原来还可以煮菲律宾的料理，不需要回去菲律宾买，在台湾就买得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这里了。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个胡椒，一颗一颗，一颗一颗，不要买那种粉的，一颗一颗，这个很重要。另外就是这个，它也是 pepper， 可是它是 corn， 但是还是有一粒一粒哦。为什么呢？有什么差别？这个呢是会帮忙味道，这个会。它的 flavor 口感，这个会帮忙它的香味啊，会有香香的。然后呢，当然不需要菲律宾的盐巴啦，我们的盐巴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的那个汤盐，不是秘密，最好的就是秘密哦，不要给大家说的，那是我们的秘密。菲律宾最喜欢用的是甜蜜 Sprite， 也可以用可乐。如果你们喜欢有重口味，然后当然我们的这个就是蒜头啦，蒜头，然后可以等一下就可以挤。然后还有刚刚的秘密呢，在哪里？在这里的这个，对，这个是 Bailey。那我们台湾卖得到，不是都是用粉的，可是最要有菲律宾的美味的话，就是要这个。然后等一下呢，你们的那个
位置上，老师有准备这个手套，因为一定要摸。那没有手套的可以来拿，我这边作用。对，我们就关起来，然后呢，等下再美台湾的，怎么说呢？台湾的 hygiene 卫生，我真的很赞美台湾的卫生。真的，因为真的你们都很注意这个部分。你们说菲律宾的呢也有，可是因为我们说真的，菲律宾的家不是跟我们的台湾的家设计的好好的，所以其实我看到你们每一个家庭真的都准备的很好，我真的哇，谢谢台湾的啊，让我学习很多一个好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开始了。我刚刚就说我是来自菲律宾。我们今天的学习的料理呢，菲律宾料理叫 Adobo。Adobo， 来一个一个念 Adobo。在台湾的昆布，有听过吗？当然，我也有听过，我也喜欢吃昆布。那为什么我选择 Adobo 让大家呢？因为如果我呢，我是真的是长大都妈妈爸爸很忙碌，他们都在上班。那我大学的时候7点就一定要上课了。然后呢，5点就要回去，根本没有时间准备。在你的盒子里，然后放在那边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饭呢，我怎么煮很难哦，真的很难。你就腌一下简单的肉，拿来一颗剪一下就可以吃饭了。然后呢，怎么放那个有一点点的那个呢？就是煎干嘛。我们台湾一定要煎干嘛。就是一个泡菜，就解位置了。当然，这不是菲律宾，这是我们韩国泡菜，韩国的。对，可是我菲律宾当然没有这个，我就是吃肉跟饭就够了。可是我在学好台湾的很好的印象，就是一定要煎干，所以要准备一个菜。这个是我的 idea， 看你们要不要用台湾酸菜也可以哦。所以刚才就大家都可以开心的吃。来，那第一个步骤应该大家先洗手，然后回来这里看，可以吗？好，先洗手，洗好了。好，那在你的位置上有这个东西，宣传一下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24小时买的。好，那我先洗手。其实我还没有结婚，然后呢，我还没有小孩，我的手。然后呢，我生完小孩了以后，现在我的女儿会跟我讲，老师这个也可以分啊。她就跟我说，妈咪，为什么你的手好像老人家了？我说就是因为一直洗，一直煮饭给你啊。哎呀，还是很漂亮哦。啊，不好意思大家，那先工作也是一样，先洗。因为这个是大家，其实他们都会守规矩，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。那在菲律宾，其实我们一定要大块，可是我们是我们这边一定要有我们的方式，我们还是要小块这样。哇，这个刀子很好切，很不错。因为我不是 chef， 我很怕。其实你们想一想，这个是真的一个妈妈。菲律宾妈妈放下给你们煮一个菲律宾的菜，啊，这个你是不是喜欢吃？我的儿子还有女儿也会说，妈咪，我想吃 adobo 哦 ，OK， 吃 adobo。这样，因为我们不会腌那么久，所以我们旁边也有可以洗一洗，所以等一下你也可以先这样使用的，嗯 ，OK， 然后先踩一下。这个好像太远了，今天我好像在走秀给你们看，我近一点，好，猜一下，
那为什么这个我有刚刚猜一下了，你们在这也要记得猜一下你们的锅子啊，因为都有方的，都干净，可是有方的。来，那为什么要锅子里呢？因为等一下腌好它会有水，那个水会使用要煮的时候才会有美味的，所以哦，这个真的锅我吃。那你会想菲律宾的料理要有一个 one scoop， 不用用感觉用感觉，妈妈煮饭也是用感觉，那我们这个这么一点点怎么弄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盐巴，对不对？ salt， 看你们的口感，你们口味如果重的话就是有那么多，可是我的锅梗有变台湾味啦，所以我比较不会用那么多的盐巴。对，对，其实那个已经算很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放这个，对，其实还没有拍，因为这个新的，对，新的我特别买，其实这边也有，然后我怕不一样，所以我还是买我自己的。可是这个都可以留这里，然后呢，我喜欢这个，所以我会放多一点点，对，因为我喜欢。我真的就是这个了，我看这个应该还没开，大力可以帮我吗？可能下面还没开，因为很好玩。可是当然要先洗的，再有卫生的。好。记得一定要拿起来那个带着那个皮哦，不过那个皮也很伤的，在菲律宾其实不会拿起来，会一起，所以看你们的卫生的习惯，可是我台湾味，所以我们还是会拿掉，会拿掉。我们的秘密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在这里哦，要防蹙。Yes。然后呢？没打开吧？醋有打开了，谢谢你。他有帮我想到，但是哎，还没打开，我帮你打开。所以这个要放多少呢？一点点。Why？ 因为我们的台湾醋很酸，就这个两粒小心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真的会很酸哦，因为。大的经验就是这样，你房贷都出然后算哦，有时候会这样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秘密是钱币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在图书馆，那个他们会骂，他们会说不健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用什么？先用我们的这个可以放多，可以变少，可是我喜欢有甜味。可是这个会不会有菲律宾的味道？有了，已经有醋了，那个就是菲律宾的味。然后呢，什么会帮忙它的颜色？就是在这里的。那酱油要不要放很多？不需要，因为我们已经用什么盐巴，所以一样一粒一粒就好了。这样一点点，这样有没有一点点？因为我们的肉一点点。好，现在就是要准备把压力出来。哇，摸小朋友可以一起用这个摸它，它会香香的。摸，哇，那个有没有闻到？哦，好香哦，我好想吃那个，有没有？香香的，真的，而且这个就。其实很快，没有我不讲话哦，真的很快就结束了，真的。这样，然后呢？好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准备好了，看我的糖果连续剧了，放到眼20分钟就可以了。这个我刚刚洗过了，20分钟，来交给你们啦。
Yeah, female 还以 her 啊，奇怪，那为什么就不可以介绍 her 的？真的很奇怪。来这里，但下次我们用成这样那好哦，好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好，我带下去哦，我先把这边准备好，我带下去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煮饭了，那老师可以帮我一下，要喂安全，因为这个我没有用过，所以让他们拍比较好。这个哦，一定要一直这样，对，因为呢会烧起来，嗯，因为我们没有放任何的东西，真的，可是。小心！没有的。哦 ，OK。有热的。有热的。哦，我也这边也感觉到有滋发动了。那个有肉。对。对。那应该再热一点点的，这样这个锅子会热，然后我们再小力一点。是时间呢？真的。比较有出来我们的。哦，有了。哦，小力一点。美味是吗？我记得这边有一个 drama 很有名，妈妈们很有感情，就是他不怕被拒绝，对不对？那个是什么？他不怕哦，对，这个一定要安全，谢谢老师。他不怕被伤人，就是，可是那个好像会翻转，对不对？我想不一样的歌好了。
哎，我会会那个了，有没有？看到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好香哦，二二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来这里啊，这里，弟弟来这里。还没，这边没有没有 signal。这里有很多地方有恰恰。你得小心哦，小心，真的要注意安全。那不要写东西，因为它是非不安全。那我教他的啦。每一个人呢，还要。